大家好，我是阿天。那先锋服的 SP 的巴登呢，已经开始了这一个他的专属故事齁，奇境探险。那在玩之前呢，我们先做两件事情齁，首先是先锋服的部分齁，一个是个人的部分。那团队远征呢，这一次呢，我终于上次我没有这个30960的这一个雅尔贝德齁，那这一次呢齁，终于升到了这个30960齁，等一下哦，30360哦，哇，糟糕，是30960，对不起哈，我只有30360，没有30960哦，啊，糟糕哈，那怎么办呢哈？30360可不可以用啊？啊，等一下，我再问一下工会哈，我一直以为说我的这个雅尔贝德已经309嘞，看一下哦，这个家具哈，第二件。持续造成的伤害转化为自身的治疗，可能需要哎哈，我来看一下哈，我的这一个自选家具抽够不够啊？目前有三张哈，可能要拼一下哈，反正这个怎么讲呢？离那个打王哈还有一段时间，现在已经升到这个侯爵哈，所以说可以慢慢的挂网了。好，那没关系哈，我们还是先把这个亚贝的先升到30360再说。好，升上去哦，哇，这刻印真的是存好久哈。好，那升完了齁，升完还有一件事情要做哦，那就是我们再点一下这个不是异界旅店哦，是图书馆齁，因为今天呢已经更新了这个 1.102 嘛，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齁，这边有一个这个书渊座，好，那我们就直接解锁齁，然后全部都直接用这个钻石齁，才20钻石而已，那这边呢挂到了这个三级咒印齁，就绝对可以变成是这个三级咒印自选箱，然后呢另外这边是这个元素精髓齁，掉落增加几%啊，哦，刚刚是怎样 ?25% 还是4个 15%? 我们来看一下齁，哦。这样是总共是 60% 吗？好，然后呢我们又多了三个齁，哦，三个虚空秘药。因为呢这一次呢会多两只这个虚空来客齁，哦，对不对？齁，哦，一只是那个我们的那个巫师山的杰洛特，然后另外一个是那个叶奈法齁，哦，快要可以换了吧，我们来看一下齁，哦、这个正式服的话还有四天，那先锋服应该快啦，我们来看一下齁，哦。先锋服的话三天才差一天齁，哦，啊，因为他们是这个限定版齁，哦，绝版的英雄，所以说时间大概差不多齁，哦。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死域逢生齁，哦。今天的话呢你就可以应该说是先锋服啦，今天就已经解锁了全部的会诀齁，哦，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播放完成之后呢就可以获得10个齁，哦，10个时光辉记哦。Elemental Guardian is held captive. The Wandering Knight comes to rescue unattended. They travel through dark woods and encounter a monster with sharp claws. With its unrelenting attacks, the two could not escape without cause.A flashing blade emerges out of nowhere. The swordsman has arrived almost out of thin air. Old friends reunite and fight back to back. The knight and the swordsman join together and attack. The power of the wood element flows into the knight. The tide has turned and the heroes deal a divine smite.好，那这一个就是死域绝变伊索米亚会卷的这个故事哦，然后我们就直接可以看齁，无缘孤岛齁，开启了。那这一个就是SP 巴登专属的这个奇境探险的故事哦，那奖励的部分呢就该有的都有，然后也是10个时光辉记哦，那我们就来玩玩看哦。基本上呢这一个是故事型的奇境探险，应该是没有什么解谜的问题哦。好，风之子瑞斯培也来了，这个的话是引导瑟恩变成 SP 瑟恩的这个关键人物哦。好，然后呢他们正在这个找尼奥弗哦，引魂岛的灾变太过突然了，他保护往生者哦，力量耗尽，只能在囚笼里面保护自己。好， OK， 那我们现在要去救这个尼奥弗哦，我们是从这边下船嘛，对不对？好，然后我们看一下，这边是迷雾啊，这什么东西啊？点燃哦，点燃之后呢，桥梁就会开始哈，这样子。那这边应该是没东西吧？哈，好，我们就走过这个桥梁。好，再继续，哇，这么多敌人哦，好像很大只哎，贸然攻击绝非良策。那怎么办呢？哦，感觉不是要我们打，可是我也不能绕路啊。好，挑战
这是故事剧情啊。哦，正面突击的话可能会往浪费更多时间，我挡在这里。巴登，你比较熟悉隐魂岛的地形，快去寻找道路前进去。好，我先退回海岸，搭船去找其他地方登陆。 OK， 好。哦，好，所以说我现在我要去搭船，然后这边就交给这个瑞斯培了。我可以打吗？啊，不行打齁。好，赶快坐船哦。好，撑着啊，瑞斯培齁。看一下齁。这个船没不能点。这边有宝藏。好，直接就可以拿了。好，来拿小宝箱在这里。OK。还有呢，下面有没有宝箱？我们就绕一绕吧。好，这边都是宝箱。再绕过来。好，这边有一个宝箱。好。那我可以从那边上去吗？可以哦。Hello， 瑞士培，我已经绕过来了。那我们就继续走吧。哦，上面这个地方哦，很好奇耶。哦，我们过来看一下好了。这里侵蚀者众多，必须另行他路。OK， 好，所以说这边不能走。那我们再过来一下。OK， 这边没有了。好，所以是这个地方哦。对不起，错了，是这里。好，那我们就继续往左边走咯。OK， 没有宝箱，好，再继续。哦，这边是一个小敌人。SP 的巴登，不对，SP 的巴登，他应该在这个游戏里面，他会让你试用一下啦齁，就是我们先随便上个几只角色。好，借了一个这个凯琳哦，齁，用来打这个诅咒梦境哦。好，拿宝箱，好，再继续往前走。哦，这边都没什么故事哦，一路前进哦，好，非常单纯的路线。你要扶就在对面，但是桥梁已经断裂，先找到附近的法阵吧。哦，我来了，这边法阵哦，点燃还不够哦，看来是要点燃三个哦，这边有个洞过来。这个洞是怎么回事？哦，我看到了哦，好，往右下方走。好，敌人的话呢，都是亡灵的敌人哦。真不愧是暗影大人啊，隐魂岛。好，拿个宝箱，这边不能前往。好，等一下哦，因为我们现在是第一次捡哈，所以说宝箱都不要漏，反正就顺顺的走，跟着这个路线走哦，宝箱一个都不要漏掉。好，宝箱，还有呢，这边都没了，然后再打这一只。哦，我看到了，上面还有宝箱哦。上面应该才是正路啊，右边就有一堆这个侵蚀者，我们应该过不去哦。这边应该不能走，这边有个小洞哦，有，我绕过来了。哦，这边要点燃，好，然后再来是什么地方啊？对啊，再来我要往哪边走？这个地方我已经绕过来了，然后。哦，这里，我看到了。好，抱歉哈，还不够啊，我要怎么走到这个地方？无法抵达，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走？啊，上面的海域哈，糟糕哦。OK， 我们回来坐船哦。嘣嘣嘣嘣嘣，是不是在上面的海域？不对啊，上面的海域没有啊，不，没有办法到这边啊。不对，所以嘞，看一下哈，这边我还差一个法阵，那个法阵在什么地方？在这里，我的船可以绕过来吗？不行哦，不行，那怎么办？怎么办？我绕不过去，无法抵达。这边的话呢，哇，不会卡关了吧？大宝箱在这边，无法前往。对呀，这里，齁，哈哈哈，这边有一个法阵齁，齁，实在是看不大出来齁，好，看 ,OK, 走到了。好，我过来了。好，解救尼奥福，唤醒。尼奥福醒醒，巴登。糟糕，他们追来了，到处都是侵蚀者，这里已经没有安全的地方了，我们往北走绕开他们，已经安排了这个逃生船。元素已经纷乱，怎样，你快走去找其他的元素守卫者，我不会丢下我的朋友。侵蚀者能够感受到我的木元素灰烬，如果你一个人的话还有机会，还没到放弃的时候，坚持下去。好，这样子他说往北方前进啊，这已经追过来了齁，赶快跑赶快跑。
好，这边，好，继续跑，继续跑，好，边跑，然后呢，宝箱还是要拿哦。我上了希拉斯，好像这样子还慢了一点哦，开场还要打个针哦。好，OK，再继续，好，赶路赶路，这边有一个引魂阵，哦，好，在这个地方，不上了不上了不上了，上谁嘞？还有谁比较快？莫多哈亚库，这个好了，兄妹。好，OK。拿宝箱，拿宝箱，拿宝箱！等一下，好，继续。这里有个引魂阵。好了，桥梁通了，确认一下后，没有宝箱。好，那我们再继续前进哦。哇，不好，是亲自者中的异类。现在我无法战胜他，援军很难找到我们，你一个人更容易脱身。快走，不然就来不及了，他会来的。哇，这个 boss 哦，很有震撼力耶，但是无法抵达，无法抵达，我们不能打。我们只能够绕过去，避其锋芒哦。所以这个应该就是挑战的 BOSS 啦齁。然后大家打高伤啊，那样子，他追上来了，每一步都要更加谨慎小心，我们没有失误的机会。什么意思啊？每一步都要更加小心，应该没有差吧？不会说卡关吧？啊，可是宝箱还是要拿。哎呦，他追过来了齁。点燃，哦，这样子，好，是打一个敌人，他就会往前走一步吗？哎呦，我的天啊，哦，然后，等一下，拿宝箱是很重要的，你追就追吧，哈，宝箱我还是要拿的，还是我们应该先跑呢，哦，还是宝箱之后可以来拿，会不会是这个样子啊？太贪心会不会卡关？哦，他要跑过来了，看一下，糟糕，我是不是走错路啦？我这样是不是走错了？我是不是应该往下走？也不对啊，下面是死路啊！哦，好，我应该是对的吧？好，跟着宝箱走哦。啊，重来了，浪费时间。好，帅气！哇，他冲过来，冲过来了！等一下，我们先拿个大宝箱啊！10个10万灰烬拿到了，好，游戏不玩了，没有了，还是要继续哦。好，这里是一个空地啊，糟糕，是一个死路。这边有个惊叹号，竟然是死路！这边也发生变，现在唯有一战，坚持住，等援军过来，我们还有希望。生哦 ，SP 生来了，你的伤势很重，不能再战了。他不是亡灵吗？危机还没解除，小心，巴登。哇，巴登，我的朋友，此刻我已无力修复你的身躯，但元素灰烬能够带给你一次蜕变的机会，接受它。这是我们看到的那个 PV 的剧情嘛？接受它便意味着你将放弃得来不易的平静，从此成为侵蚀者追逐的对象哦。你愿意吗？我从不奢求平静，被阴影追逐是我既定的命运。不过我不会再孤军奋战哦。同谋大计啊，变身了，100%，好这个样子。然后呢？哦，来了，然后这个叫做沼地腐蚀者哦，排行榜，小阿瓜一样哦，这是怎样哦？他是虚空来客，然后每日的首次挑战可以获得一抽哦，战斗记录没有排行榜，看不到，我看到了这个哦，我们可以偷看一下。好，前往关注，好，我们偷偷关注一下，巴登索罗斯，然后双子，然后索利斯跟这个尼奥福啊，好像没有办法抄巴登索罗斯我有啦，然后双子尼奥福没有，索利斯一只行不行啊？我没有尼奥福那么我们就用降神可不可以啊？随便上一个哦。好了，这样子啊。好，开打。第一战哦，这个还有第一战哦。哦，
意志意志意志是魔法意志吗？好啦，我们就直接跳过啦齁。这样子打多少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五亿哦。好，获得了一抽，伤害达到六亿的话可以领取300钻石跟一个宝箱齁。那我只打到了，哎好惨哦，只打到5亿而已哦。再挑战一次好了。齁。看看哦，看看上谁。上谁咧，想想看哦。来一个雷恩索罗斯哦。哇，真的不知道上谁。熊妹吗？我没有尼奥福耶，尼奥福我只有一只。一只应该没有什么用吧。啊，随便上随便上。啊，更烂更烂，糟糕，尴尬了。好，我们上个罗万。吼。好啦好啦好啦，随便啦齁，那这个我们先跳过。那打完之后呢，我们可以离开吗？诶，好像不能离开诶。100%, 这什么意思？那就没有了吗？诶，已经结束了齁，故事就这样结束了是不是？好，挑战次数2哦，战斗记录。诶，我们来看一些有没有比较简单一点的这个作业哦。阶段榜看一下哦齁。这些都要关注哦，我们关注简单一点就好了。哦 ,SP 的狮子，哇 ,SP 射恩我也没有。我看一下齁，我们的阶段任务目标是哦，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 ,25 亿哦。那我6亿就好了好不好 ?25 亿哦，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 ,10 亿。哦 ,25 亿是很前面咧，我的目标6亿就好了齁，我们来看6亿的齁 ,6 亿的就好了。六亿的齁，我们找六亿的就好了。六亿大概是在这个地方齁。好，我们关注一下。咕噜索罗斯双子船长齁，跟这一个降神。好，这样子。双子船长我有而且还是酒红家具的。然后跟降神我还是红色的降神哦。不然等一下换个黑球球试试看哦。哦，有，高好多，这样子9亿了齁。好，这样子 ,OK。25亿应该是没办法。全服任务哦，这个地方。好，那全服任务的话，这个应该是不用理他齁，反正到时候一定可以全部解完的齁，这个就给这个高手去处理了。好，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扫地腐蚀者，然后故事的话好像到这个地方就结束了齁。也许是等到这个全服把 boss 清掉之后呢，他还会有后续的剧情吧。好，因为现在看起来已经没有什么剧情啦，走过来。这边路都通了齁。然后你刚刚如果说有没有拿到了宝箱的话，你还可以回来拿。但是你走到这个地方，我回来了，我变身了，但是我也不能够救，我也不能够再回去救瑞斯培啊。我再回来这个地方。Hello, 瑞斯培，你看哦，我变身咯，很帅吧。我变身咯。抱歉齁，还是没有。好。那所以说呢，就是每天齁摸也不是摸啦，就是打一下 boss, 然后就可以获得普通一抽齁。所以这个大概就是这一次的这个 SP, 巴登的这一个奇境探险无缘孤岛。好，过来。好，就这个样子齁，那这样就结束了吧。好，然后我们就抽一下吧齁，不过呢我的先锋符的话我是在抽狮子啦，有26抽齁，那我们就来抽一下吧。没有，再抽一下。也是没有。好啦，那影片就先到这个地方啦，谢谢大家观看，那我是阿天，我们下次见，拜拜。